很紧张呢。哦，想到去年我就觉得感同身受。啊，不要笑啦，这个平常心对待，其实每一位都是最佳女主角。哦，第26届台北电影奖最佳女主角得奖的是，讲到这个哈，真的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，后生可畏。一样的心情，一样的祝福，我们来祝福今年最佳女主角小小小小林品彤。哎呀，你帮我得奖。谢谢北影，然后谢谢评审的肯定。两年前的夏天，我也坐在台下，那时候我是因为《美国女孩》而入围最佳新演员的奖。当时的我其实白天也正在拍摄小小，但今天我是因为小小，所以可以再次站上，就可以再次回到这边，然后站上这个舞台，是我那时候做梦也都想不到的。小小带我走了很远，就像做了一场不可思议的梦一样，要感谢的人很多。我想要谢谢电影路上、表演路上支持我还有帮助我的前辈还有老师，谢谢所有给我机会的导演还有监制，谢谢小小的剧组，谢谢意涵妈妈、俊谦哥哥，还有谢谢我的家人。我希望我以后会跟小小一样勇敢，勇敢的长大，勇敢的犯错，勇敢的做梦。谢谢大家。